名人搜身，陈匡一票书生味儿，马文平当好朋友。来喽来喽，慢慢的对手来喽，有一位出身台大的高学历美女来势汹汹啦。好像会知道，但很多为什么要决定去新加坡？因为他爱不到你。吉利，他就是在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中爱不到大人哥的 Maggie。本名陈匡仪，外号匡匡，国际匡，另外还有小周慧敏之称。听过今天就要来搜搜他的身啦。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我包包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当，这是我平常会随身携带的手套，因为我很怕冷。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戴着手套保暖。这是牙刷，因为我觉得身为公众人物，口腔的清洁非常重要。果然是高学历，包包飘出来都是阵阵书香味儿。另外这本就是我平常使用的笔记本，然后它质感非常的好。它的特色好像就是之前有很多的名人，什么毕卡索之类的，他们都有用过。这也是我去英国的时候在剑桥大学里面买的，那好像也是他们剑桥自己的品牌。这是我去日本玩的时候买的，是放卫生纸用的小包包，那我也很喜欢它的材质跟花色。他才24岁，但已经开始注重养生，举喝冷饮。这个也是我每天都会携带的保温瓶，也是因为我体质很寒的关系，里面就会装热水，然后不管是自己要泡茶或者是泡咖啡都非常需要，它是我很重要的好朋友。听过一个新闻，好像在听周慧敏讲话哦，报道。